我刚才好好的洗了一个脸，还刮了个胡子。这个脸可不是一般的洗法，正儿八经的采用的是大洗，用的是香皂洗脸，刮了个胡子，哇，把早上半盆热水全部都用在脸上了。可以，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爬山。要爬5000多嘛，到一个营地，我估计那时候我估计就累得够呛，明天又难，所以说我今天趁着现在海拔3900，把这个胡子刮了，这样子明天登顶的时候拍个照片，显得不是那么憔悴，知道吧？好，把这个耳朵这擦一下。现在天气真的是冷啊，我每天都要喝很多的蜂蜜，尤其是早上，晚上也要喝。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能补充我的能量。今天早上吃面条、方便面。哦，Thank you。OK。这里太冷了。这个面条吃完，一定要吃完。今天向导露露说。今天要走7个小时，走到5000多一个营地。明天冲顶，今天不冲顶。还好我看今天天气好，要是这个爬山就害怕下雨下雪。Enough, enough. Yes, I'm breakfast enough. Okay, enough. 他男友给我送来了一些饼子和香肠，enough。OK，thank you。让他们吃吧，我再吃不下了，刚把那碗面条吃掉。嗯。再来个橙子，补充一下营养。在这山上，什么东西都不容易。来，给啥尽量吃啥，吃不下去不要浪费，给他们吃。这时候还吐啥籽儿啊？这橙子的籽儿肯定富含营养，知道吗？这啥家庭啊，跑这儿吐籽儿是吧？现在是7点半，哎，他又在帮我打包我的背包，我的包都是他帮我扛上来的，我都觉得吧，真的是太佩服他了，Thank you。现在大家都在收拾，基本上所有的登山者的大包都是让这个搬运工搬运。大家自己就是背上一点小的就行了。今天天气也不错，我昨天在想，我说从这儿是吧，从这儿嘟嘟嘟嘟嘟嘟就上去了，说给我1小时 finish。他们都笑得这不行，他们说这条路看似近，非常危险。偶尔。哎，这个时候是最安静的时候。这底下的这个团队，他们都收拾的差不多了，怎么还有没起床的呢？这是多瞌睡。我们的队伍还在收拾帐篷呢，但是我跟露露已经提前出发了。Hello, Lulu, morning。哎，今天我跟露露要。慢慢的徒步往那边走，5000多的营地。早上他们欧洲老外也走的比较早，都出发了，现在留下的都是一些工作人员。今天啊不能着急。露露 ,today is s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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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terday is so fast. OK。有一条
小河。早上的风景还是很不错的。Yeah, careful, some rock. How about I see like ice? Oh, okay, I know. 他说走这样的地方，因为那样的地方有冰，很滑，非常滑。所以说，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呢？不着急，今天。只当欣赏美景了。昨天晚上的营地在那儿，下了个坡，过了这条沟，爬上来。It's so hard road. Very near mountain top. Yes. That's slow, slow. 看一下，你说这些路。难怪今天七个小时，今天真的是一点着急的心态都不能有，保证自己的安全。每一步真的是要踏稳了啊！大家记住啊，这里可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爬这个山不是说是没有死亡率的啊，好多人还以为。这个山很容易，上夜攀登这么久了。This is Barranco Wall. 啊 ？This is Barranco Wall. Barranco Wall. Yes. 哦，应该是个营地的名字。这当年谁他娘的研究的这个线路？哎呀，我得两个手爬了。Slowly, slowly, no rush. 这里真的是 your head. 需要又要用手要用脚的。妈耶！这个真的是，哎呀！啊，休息会儿 ，rest。哎呀！啊！这个山真的好难爬的，这些线路根本就不是路啊，就是直接你就在翻山越岭。我的妈耶！就是在悬崖边上，跟那个羚羊一样的感觉，这样走。OK. Yeah, come. You come. You go first. This way.、Oh. But mind your head here. Mind your head. Okay. Go there. Mind your head. Yes.、Oh. Yes. Okay. Then not that way. Here you put the left feet here. Left feet.、Oh. Left. Then the right one here. Okay. Yes. Wow.这也太夸张了，这个。OK, come on, with me. 哦，你看他们，这些背夫真的是太牛皮了。我给他让道，来 pass。OK, jump. Jump.哦，你看这个。
这难度更大呀，我的妈耶。Very hard. Yes, very hard.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怎么上来的。我的妈呀。随地。这个位置真的好难的。江波。江波。Be careful. 你们现在知道乞力马扎罗的难度了吧？那不是说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的。在这今天大家就看个过瘾。有的就在悬崖边上，哎呀，就这样爬。你看，他们的搬运工都到了。我得两个手上去了。Okay. 他都追上我了 okay, 这是我们的队员。哎呀，我们在这休息一会儿，真的太累了。哎呀，我觉得他们真的好厉害哟、哦、真的跟他们一比啊，我感觉我就弱的都找不见了。他们这身体素质真太强。江波江波嗯。OK, let's go. 我们也走吧。刚休息了五六分钟，好多了。你看嘛，昨天的营地3900在那儿，我们今天一下子就提升到这个位置了。太阳也出来了，快照过来了。OK, 山上，哦，山底在那儿，我们也不知道绕到哪儿去的。慢慢走吧。Hi, Lulu. Hello.这个路真的是好难的。我反正就是四驱上来的。哎，哎呦，啊！看一下这个位置，搬运工们他们怎么上的？我的妈耶！我刚才啊做了个决定，就是我身上大概有个50几万。再加上还有一些小美金，真的，我只要能成功登顶下山了，我把钱全部都交给他们当小费。Are you okay? 哇，他的心脏也有点啊，这是我们的队。哎，江波，这是我们小队的，多不容易，他帮我背着包呢。啊，克拉玛塔特，真的，我这次是克拉玛塔特。大家以后真的是攀爬乞力马扎罗，多备现金。我临走之前不是准备了，又去换了200美元，再加上前面还有一些，有个50几万，再加上身上还有点其他钱。哎呀，真的，不打赏个300-400美元的小费都不好意思。这个活儿他妈哪是人干的，真的，
打死我我也干不了这个搬运工的活儿。别说搬运工了，我说向导的活都干不了。那个露露她背着个大包，里头有我的午餐，还有一些吃的，还有一些药品什么的，啥都有。哦，太阳出来了，哦，哦，哦 ，comfortable， 这太阳晒的太棒了。露露，哎。Rest. Okay. Yeah, okay. Here. Okay. I need a drink. Okay. Oh. 今天这个线路一定不能着急。昨天我就是走太快了，一下子把我累瘫了，躺了三个小时才活过来。今天反正我就是稍微感觉自己累了，我就一定要休息，喝水，吃东西。因为我们今天要去的营地，露营地是4600，到那儿去住下，明天应该能登顶。因为看这个天气 ，is the weather is so good. Yes, yes. I think tomorrow weather is the same. Yes, today. Let's hope for good luck. Yes, I hope good luck. 就说只要是天气，就是不会改变。不要下雨，也不要下雪，基本上问题就不是很大，就害怕下雨下雪。